其實去年金雞的成功之後，大家都諗緊應該喺金雞嗰度再繼續去玩啦，定係應該話玩一啲新嘢？可以坐大尾啦！我好記得阿監製吳君如咧講過，有一日晏晝無端講過一句説話，佢話都係時候到女人嘆下啦啩咁樣。係做一個好抑壓嘅 secretary， 所以 lunch time 就要嚟叫鴨啦。即係我都周圍問我身邊啲女仔中意啲咩人嘅，咁好中意周柏豪啊嗰啲啦。好中意啲壞樣啊，關楚耀嗰啲啦。表面上係一個運輸工人啦，原來佢又係氹得女仔好開心啊。咁我哋入邊金鴨咧，件件啲 quality 都好高，好勁。你睇佢，你睇佢，哇！你啲胸肌摸下，哇！有我哋嘅好大個胸，練到好大好大個胸嘅古天樂飾演嘅健身教練 Rocky 啊。秋生啦，秋生就是一個可以令到很多的旅客人咧，係令到佢哋去到一些很高的音域裏邊。我也很開心今次可以做 Y 文的老婆，因為鍵頭上我哋是匹配啦，咁然後泰文上都是匹配嘅。過你啊，好唔好啊？然后我问他说：“那谁要做牙？”他就说：“我。”我说：“好，那我来。”我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做母男。我是很 insist 一定要有卢海鹏骑咗一只鸭咯，成场最得我。所以呢，而家我觉得很愉快，生活很光彩。OK， 好得意喎啲節奏，咁我已經覺得好開心，好笑。Sorry， 逐漸變又得，立即變硬又得，得啊！食幾多？啲傻飛。其實我得五句對白嘅咋，我練到凌晨五點咯。即每一個嚟幫手演出嘅，我都覺得好感動嘅，即係喺咁短嘅時間對我嘅信任。咁當中有兩個我自己好開心嘅，第一個就係梁老師 Isabella。其實 Bella 真的很漂亮，我就是我是很喜歡這些樣子的，是啊，嘴淡先啦。咁謝霆鋒，其實霆鋒的錯咧，我一直都很喜歡，很喜歡啦啲女仔。咁我覺得佢有一啲狀態錯都可以很有型嘅，就是影相。咁嗰段我自己好中意，好中意，即係我覺得霆鋒厲害之處係佢真係有幾個眼神係可以覺得我愛死你啊，我愛你一世。原來星光熠熠咧，係會令到異常温暖。即係嗰晚其實係，其實嗰晚幾度嘅天氣嚟嘅，裏邊因為嗰個環境亦都唔使打好多燈嘅，啲好自然光嗰啲。咁但係我一啲都唔覺動，直至到佢哋拍完曬，我哋即係要補翻啲散鏡頭咧，啲明星逐個走曬之後咧，我覺得好砌清嗰個感覺。咁原來嗰即係 star 係有一個即係我哋稱之為 star flare， 係佢真係有一個有一個氣場嚟到，係令到成件事係暖曬熱曬。嗰場戲我覺得係辛苦，但係我好記得，我好記得，好記得啊！真係原來明星走曬就會冷清嘅喎，嗰個感覺。